所以，我们不用追求美，可是我们要画得正确。你们要追求画得正确，那线条有些小差错为什么没有关系？那一样就是重心，重心下去。那先，之前有些老师会教我们这些讲话，这样就。老师就这样，好不好？这样，然后退过来这样，这样。